两位美丽的小姐姐去哪里呀？去逛街啊？走啊，去约会啊！我觉得我们俩不是姊妹，你们俩更像姊妹。来，三二一，回头。Hello，大家好，我是小北。今天天气非常的好，杭州终于可以穿裙子啦！我真的是特别不喜欢那种阴沉沉的下雨天。然后今天出很大的太阳，我们都穿了裙子。现在的话，我们去法曼斯那边去挑一些好看的衣服。我觉得法曼斯的衣服真的很好看。爷爷去买起来。对，去买几条裙子穿。小南去买起来。我打的车快到了。这位美女的女生，我这个裙子好看吗？好看。这个我已经都买了2年了，都没怎么穿过。我觉得你扎丸子头也很好看，是吧？嗯。扎丸子头显脸小，显年龄小，是的，脸圆吗？走，车来了，快点！我觉得这么好的天气去春游是很好的，但是奈何根本就没有时间，太忙太忙了。现在上车了，我们去法曼斯弄。这个好看吗？好看，是不是很仙女？嗯，而且我觉得那布灵布灵的话很特别啊。对，就是这个有点驾驭不了，满满的高级感，很时尚。嗯，好看。来开会了啊，小西小南，开会了啊，北总，业绩不好啊，北总。我操，最关键你不管。请问最近小西完成的业绩还可以吗？加油！2亿冲起来啊！好的，要冲到2亿，我们全体成员过年去三亚过年啊！好的。这个怎么样？哇，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你，就是比较甜美。是的，而且腰身那里剪裁的话特别好看，把你腰线那里显示的特别好。姐妹们，谈谈这个好看。哦，这牛仔裤是真的很舒服耶，弹力超大哎，超级大。好看，而且这个染色也染得很好。哦，关键是什么？它是一个烟管裤的裤型，就可以修饰我们的腿型，不管是萝卜腿啊，或者是说，不规则的那个腿型都完全 OK， 好看的。嗯，而且你看它水洗的颜色哈，它是属于这种浅蓝色嘛啊，水洗的颜色也很好看，特别春天的感觉。嗯，加两件哦，不对，它就是一个两件套。对，就是两件套，真实的两件套。好看吗？对，像你刚刚这个上衣的话，它可以当刚刚的那个烟管裤。对，然后呢，这个吊带的话，到时候可以搭针织上衣啊，或者衬衫、长袖衬衫。我觉得性感一点的，也可以光穿一个抹胸，对的，再穿一个吊带。对的，去海边。走，我们去春游。这好显瘦啊，是吧？它这种直筒的裙型特别显瘦。嗯，好看。哇哦，北总。就这个气场。北总你好。都对不住这个饭，北董你好，1.8米的腿，我觉得这个裤子是真的很拉长腿型。是的，而且它有点做了那种微喇的一些效果啊，就会显得我们比例很好。北董你好，这裙子好不好看？对，名媛风的感觉呗。去参加晚会，小南，好好干啊！我今晚给你找个姐夫。走，去海边，去三亚，走啊！去巴黎，去泰国，去云南，去大理，好看，都很鲜。是的，夏天来了的感觉。哦，对，它是这种雪纺的面料啊，雪纺的小碎花。嗯，看的面料就很舒服。嗯。妈呀，好鲜啊！仙气十足的感觉。仙气飘飘。这个是你去巴厘岛的第二套吗？我这一趟要去三亚了。三亚第一天，三亚第二天。你这个 T 的面料好像很舒服的感觉。桑蚕丝。桑蚕丝的。高货。嗯，
看的跟普通那种纯棉T啊或莫代尔T的品质是不一样，手感。对。走，小西，去接小孩放学了。全校最潮的辣妈。就是那个什么，去送小孩吧，还自己开车书包送到学校了，孩子没跟上的那个，是吧？短裤加一个上面的一个小衬衣。对，一个夏季套装。这个是新品啊，天蓝色短裤很好看，而且它是这种 A 版的，这种特别修饰我们的胯部，尤其是它系个腰带的话会很显得很长。是的，上面也可以穿一个这样的小三蕾丝边的小三 T 恤，对，白色的那种，或者是现在如果要穿的话也可以穿那种桑蚕丝的长袖的那种衬衫也可以的。第十套了啊，走吧，去把小小北接回来。衣服太多太多了，我拍了差不多有十套，我真的就已经换不动了。我觉得换衣服真的是一件很累人的事情。我们现在下来了，小南小西饿了，说买点东西吃，完了就回去了。最后跟朋友们预告一下啊，我们28号上午9点给大家安排了法曼斯，很好看很好看的女装哦，大家不要错过，到时候不见不散，拜拜。28号上午9点。